给母校看老师，偶然捡到一个学生证。冬姐，你看，这是你学生证不？啊，行，那个没事，我改了，没事没事。啊？不加微信吗？加微信干嘛呀？ 哎，同学，你电话？哎，同学，没完了你！不是我怎的了？你把学生证放本儿，你放好好的，怎么在你那儿？啊，我搭讪你？行。 行，那我不挡了啊！同学，你记住，你一会儿可千万别回来搭讪我啊！谁搭讪你？好，耶，这不还是搭讪我来了吗？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哥，刚才那个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是你电话是吧？不是，刚才这不懂是误会吗？没事，不用误会，就是俺俩加微信吧。 你把手机还我呗，我想。你别整，像那个我搭讪不成，故意跟你加微信似的啊！妈呀，男的，不行，你不说吧，你想吃点啥喝点啥吧，我请你。那我这电话还你吧啊！其实吃啥喝啥，我跟你讲，那都无所谓。我呀，今天就是好心，你下次别老随便误会别人了啊，听着没？也不是特别想请你。哎，真的？ 这学生都什么素质啊！好两年没见啊，又大了。老师，你也变得更漂亮了。老师，那个这给你买的花，你拿。不是你来一来呗，还买啥衣服啊？这水果，哎呀，老师，那看你怎么不带点心意？我一直忙着 meeting 来着，你进来，进来。哎，那个老师，等一下，那个这位是？啊，这我姑娘买刀。